喂，一年一度嘅湾仔会展中心嘅家居博览又嚟啦。OK， 咁今次咧系喺六月嘅一号到四号嘅，咁当然咧我哋嘅装修王一定有大摊位啦。咁啊，我哋摊位几多号啊？系 C17至到 C19嘅摊位嘅。咁落嚟有咩睇先？最重要嘅就系有啲客户想落嚟查询咧，就会有啲现场嘅设计师同你一对一嘅服务啦。嗱，如果大家之前咧可能冇时间嚟我哋啲门市度同设计师倾偈的话咧，今次咧我哋有大批设计师喺现场一对一，全部免费噶，免费咧为大家服務。大家可能你在大灣區的樓仲未裝修，可能仲有很多嘢棘住啊，唔知點樣設計，唔知點裝修，不妨落嚟呢度免費的諮詢，大家可以了解曬，知道中意咧先去落單啊！嗱，東寧我哋依家裝修王香港落單，就內地大灣區同你做裝修，做有埋曬我哋全部同你監察全程嘅工程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嘅。咁除咗有一對一嘅設計師服務之外，仲有咩好處？最多客户呢排問嘅咧，就係佢嗰個智能家居系統啊，最新版本我聽講。冇錯，最新版本嘅智能家居系統，我哋當日都會有介紹嘅，上線大家可以來試一試嘅。OK， 咁仲有咩啊？咁另外就客户咧就完全就唔熟悉裝修嘅部分啦，我哋都會有啲工藝展示板啊，會俾啲客户睇到啦。冇錯，證明咧全部都係真材實料，連咧所有啲喉啊、渠啊，大家都去睇過曬嚇。點邊隻就安邊隻都冇問題㗎，全部可以度身訂做㗎。咁有咩著數先？嗱，咁著數咧，我哋就有四大優惠嘅。OK， 第一大優惠咧就係客户如果即場落訂嘅情況下咧，我哋會有啲代用現金券俾翻客户啦。咁另外嗰個就係訂做家私啊，我哋都會有額外優惠嘅。咁仲有啊，好多上一次咧好開心就係有靠金蛋啊。咁你最勁嘅獎品係乜嘢啊？就75寸電視機。哇！75寸電視 OK。同埋大家都知道啦，家居博覽係一年一度噶啦，咁所以我哋公司咧都折扣上嘅優惠係最大嘅。OK， 咁啊到時記住啦，咁啊趁下熱鬧落嚟咧，我哋有裝修王，有管家王喺會展中心等大家。OK， 我博士都成喺度嘅。OK， 到時見啦，拜拜。Bye.